甘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25号召开民族事务委员会第9次委员会议，由市长赖清德亲自帮授第3届民委会委员聘书。由于民族事务委员是全国唯一统合无共款族群事务的行政单位，包含将理、原住民、民客家、西拉雅族群等事务，今年特别增加经济、商业、甲文书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，总共17位委员。我们也特别期待啊，能够经由各委员的协助，啊，让台南市的这个理想啊，就是让台南啊成为一个适合我们台南市市民啊，不管是他在这个地方啊来啊做什么工作，或者是来自哪里，甚至是他是本身是哪一个族群啊，都能够在这边适合他们做梦。啊，干活、恋爱、结婚、悠然过日子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我们台南市哈，啊，要推动市政的总体目标了，啊。